你们也来了，哇哦！好的，准备好了吗？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让我们一起来倒数：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告诉你一个大秘密，水果冰淇淋喜欢你，美丽故事在这里，喳喳喳喳在一起，水果冰淇淋，水果冰淇淋，开开心心又甜蜜，水果冰淇淋真有趣，水果冰淇淋。孩子们刚吃完午餐，我正在收拾碗盘的时候，琪琪跑来了。奶奶，我们想要吃冰淇淋。吃冰淇淋？哎呦，琪琪啊，刚才才吃完东西，要让肚子休息一下。哎，等一下才能吃冰淇淋啊。啊，可是……琪琪，乖啊，你去跟大家说，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来吃冰淇淋哦。哦，那要等多久？一个小时好了。嘿，奶奶，琪琪，小怪兽船长。嘿，要一个小时了。你们不要对我这么大声好不好？是奶奶说的耶。那你应该说半个小时就好了。不对，十分钟就好。不对啦，人家我根本不想等。那你们自己去跟奶奶说啊。奶奶，这个给你。哇哦，好漂亮的花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那可以吃冰淇淋吗？莎拉，如果你送我这朵花是为了要吃冰淇淋的话，对呀，可以吗？不能吃冰淇淋，这个花我要还给你了。不用，不用还了啦。我就说怪怪的嘛，怎么突然送我一朵花呢？哎呦，你们说好了，刚吃完午饭，可以马上吃冰淇淋吗？当然不行嘛，对不对？一定要让肚子休息一下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个好玩的东西。水果，水果，冰淇淋，冰淇淋，加上三声大笑，哈哈哈。希望莎拉她会成功。他很会撒娇，奶奶会听他的啦。嘿，大家好。嗨。
沙拉他回来了。嗯，沙拉，沙拉。失败了。玲玲，换你了。好。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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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奶奶。哎呦，玲玲，什么事情跑这么急呀？我好热。好热。很热是不是？那我帮你扇一扇。还要什么事情啊？我好渴哦。哦，又好渴了。那这样子，我帮你准备开水一杯，最止渴了。哎呦，不是这个啦，我要。你要什么啊？冰淇淋。哎呦，我怎么又是冰淇淋啊？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？先休息一小时，再吃冰淇淋啊。先吃一口就好了，可以吗？哎呦，怎么搞的啊？每个人都来问我要吃冰淇淋，琪琪、莎拉、玲玲都来问了。啊，那接下来一定是瓦路。好，我在这边等他来。啊，哦，那你们呢？哦，去听一个好听的故事。故事机器人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故事机器人来喽，转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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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个好听的故事。野狼，嗷！与小红帽。大大是一只野狼，它跟所有的野狼一样，有着非常锐利的眼睛、长长的爪子，以及满口的大尖牙。仔细一看，会发现大大跟别的野狼不一样。到底哪里不一样呢？红鞋子，红飞机，红裤子。红眼镜，红包包，只要是红色的东西，大大都喜欢。这一天，大大听见有人在唱歌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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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着，大大看到一顶好红好红的红帽子，好漂亮啊，我喜欢。于是大大用力瞪大他的眼睛，用很长很长的爪子捶打树干，还用很尖很尖的牙齿咬断叶子，但是却没有让小红帽停下来。最后大大决定先躲到小红帽奶奶家。就在小红帽靠近棉被时，大大掀开棉被，张开大嘴巴，露出大尖牙，可是他却吓了一大跳。啊，你的红帽子呢？你看我的蓝帽子很漂亮吧？大大一听，失望地哭了起来。不对，不对，你应该戴红帽子，红帽子才漂亮啊！你喜欢就送给你吧。送给我。拿到红帽子的大大好开心哦，眼睛变得亮晶晶，爪子变得软绵绵。他戴上喜欢的红帽子，陪小蓝帽一起数宝贝。三双红帽子，五个蓝包包，一顶小红帽，还有一顶小蓝帽。这就是野狼大大和小红帽，哦，不不不，小蓝帽的故事，希望你喜欢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睡觉的时候，奇奇怪兽跑出来怎么办？你有烦恼吗？你需要帮忙吗？
龟妈妈有最好的服务，请拿起呼叫器大声说咕哩咕哩咕咕咕，龟妈妈马上飞到你身边，咕哩咕哩咕咕咕，哟吼，我不喜欢黑黑怪兽。没问题，龟妈妈有三个方法。第一，睡觉前跟家人抱一抱，增加爱的勇气。第二，开个小灯，把勇气武士放好，让黑黑怪兽进不来。第三，换你来想一想。有了，我要告诉黑黑怪兽，我不怕你，我不怕你，我不怕你。这个方法非常适合你，任务完成。需要飞妈妈的帮忙吗？请拿起呼叫器，大声说咕哩咕哩咕咕咕，飞妈妈就会立刻出现哦。水果冰淇淋。奶奶。哟，小怪兽船长，你散步回来了？对啊，我听奶奶的话，吃完午餐，休息30分钟，散步30分钟。哇，你真的好棒啊！你等我一下啊。来，你的冰淇淋。谢谢奶奶。不客气。奶奶。哟，琪琪，哦，怎么会是你啊？我以为会是瓦路嘞。啊，他刚刚来过啦。哦哦，有吗？有啊，他看到你给小怪兽船长冰淇淋。哦哦哦，他看到了哦。奶奶，为什么我们没有？哟。你应该去问问看啊，小怪兽船长为什么他会有冰淇淋呢？好，我去问他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小怪兽船长可以有冰淇淋吗？嗯？哟，哦，亮亮来了！哇哦，一看到亮亮就知道我们要去找美人鱼。我有点累。亮亮说他也是。为什么啊？我先说，因为我刚刚吃了三个铜锣烧，喝了三杯果汁，洗了三个盘子跟三个杯子，所以我现在很累很累。换你。亮亮，等一下，吃三个铜锣烧，喝三杯果汁，洗三个盘子，还有三个杯子的人是我哎。鬼路，我鬼路是我，鬼路鬼路。等一下，我懂了，我们做了一样的事情，对吗？鬼路鬼路。哦，呵呵，原来是这样，好累。哎呀，好鬼路。还是请大家先去听歌好了，听歌。Thank you.
熊妹妹回到椅子上，熊妹妹回到椅子上，熊妹妹回到椅子上，爸爸妈妈在身旁，一口一口吃光光，一口一口吃光光。怎么这么安静啊？大家都在做什么啊？月光奶奶，月光奶奶，月光奶奶。哟，小熊叫我。好了，那先去看看小熊好了。小熊，哎呦，奶奶好。小熊好。奶奶，考考你，什么人会发出呼噜噜的声音？呼噜噜，呼噜噜。我想不出来，你跟我说啊。嘻嘻，我知道答案哦。小猪先生睡觉做梦的时候会发出呼噜噜的声音，小马先生跑步很累的时候会发出呼噜噜的声音，小兔小姐开心跳舞的时候会发出呼噜噜的声音，还有我小 baby 的时候非常想吃蜂蜜的话会跟妈妈说呼噜噜。哇哦，小熊观察得好仔细哦。那奶奶，你还有想到什么人会发出呼噜噜吗？啊，哦，换我想啊。呼噜噜，呼噜噜。啊？我想不出来，等我想到了再告诉你。好吧，那我先回家喽，奶奶拜拜。小熊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啊，呼噜噜，呼噜噜，你想得出来吗？我想看看谁是今天的小勇士。哇哦！啦啦啦！哇哦！安全过关！咦，那是什么？哇哦！哇！哇哦！哦哦，还好没事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哦哦哦哦！哇！救我，小勇士！啊，救命！救命！滴答兔，我来救你了耶！第一关，恐龙拼图王，快快快，赶快通过火山区！只要完成大石壁上的拼图，就可以过关。看清楚，这是哪一只恐龙的影子呢？选一选。是他吗？嗯，好，那你就带着他经过火山区。哦，小心哦，底下在冒烟，看起来很烫的感觉哦。一步一步踏好。哦，你看起来很勇敢哦。嗯，好，看看你选择的恐龙对不对，放上去。没错，就是这只恐龙，赶快来救我。第二关，珍珠果大餐，敲啊敲，只要能够敲出三颗珍珠果，交给三角龙，你就能过关。用力敲，哎，哟，你的方法跟别人不太一样哦。不过，哎，每一颗珍珠果还是咕噜咕噜都滚出来喽。哇，蛮特别的。哎，用按的好斯文呐、啊。好，按出来的珍珠果，嗯，看一看哪三颗是一样的，你要选，你选清楚哦。好，来拉拉拉，去喂一下给三角龙。耶，他开心了，你过了第二关，赶快来救我。第三关，
拯救恐龙蛋，小心穿越吊桥，转动转盘，拉起恐龙蛋，你就可以过关喽！加油！哇哦，高高的！哦，后面火山又爆发了，会不会怕？不要怕啊！哦，很快的通过了，来，哎，把恐龙蛋给拉起来，用力！哎，又卡住了，加油！不要怕，没关系，你对，这样子。对，同一个方向，对，哎，对，转一圈，转一圈就对了，转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转，对，很好哇，你看，没错，你就是聪明勇敢的小勇士，耶！找到恐龙蛋了，谢谢你，小勇士，五，妈妈，这才是你妈咪了。下次再来恐龙岛冒险，哦哦，小怪兽船长，奶奶为什么给你冰淇淋？因为我已经吃完午餐，又休息一个小时了。真的吗？你有休息一个小时吗？有啊，我刚刚一直在散步，你没有看见吗？嗨，奶奶，琪琪，小怪兽船长，嗨。嗨，大家好。我去跟大家说，一二，嗨，奶奶，嗨，你们在做什么啊？我们在散步啊。等散步一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就要回来吃冰淇淋。继续散步 ，Go！ 一二，要慢慢走啊。慢慢走才是散步啊！一二一，还记得吗？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啊，那琪琪他们一吃完午饭就吵着要吃冰淇淋，那我就请他们休息一个小时之后再吃嘛。哦，他们就不想等，一直想办法要跟我拿冰淇淋，但是呢，我都没有答应。后来呢，瓦路看到我给小怪兽船长冰淇淋，哦，就跑去告诉琪琪。琪琪问了原因，才知道啊，小怪兽船长啊早就吃过午餐，也休息了一个小时呢。哦，他们去散步了，我要去准备他们回来吃的冰淇淋了。不过在准备之前，要先跟所有的大朋友、小朋友吃完东西啊，好好休息，再去吃冰淇淋的朋友说什么呢？睡过，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睡过，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冰淇淋一起说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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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